虽然很多人都说可可啊做事情爱计较，然后呢又很吝啬，但我要跟你讲，可可啊可是我心里面的心肝宝贝。以前你都没有存钱吗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办法给你个婚礼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钱让你打无痛，我保证下次一定补上，下次一定。我梦到可可哦，他的一生都很凄惨。大哥，我把葡萄虾给你吃。这小子心能打哦，想要来抢走我的可可，门儿都没有。啊，你多高啊？181。哦，好高哦。181配可可太高了，180配可可才刚刚。所以你是想怎样？是虾？你有够虾？我哪里虾？你超级虾。TVBS 42台4月14日起，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全省钱恋爱手册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